妈妈抱抱枕，你都不害怕好不好？啊？不害怕吗？不害怕吗？检查相关同学的作业，检查一个有问题的他就打，检查一个有问题的他就打。当天这个老师其实是打了十几个学孩子，但是当时打到最后，打到我的孩子的时候，是收不住手了，打得有点过于严重了，把孩子抽了几十个耳光，然后拿孩子坐的凳子，把孩子的身体和头部也都击打了几下。那脸就有点肿了，就脸上全部是紫红的那种印儿。孩子一直说没事儿，没事儿，不知道我是哪句话把我的孩子触动了。我的孩子哇一下哭出来，他跟我说是老师打的。就啪啪两声，我的孩子突然就哭闹不止，然后就开始揪头发，就开始胡说。此事已经处理完毕。处理完毕啥意思？处理完毕为什么没结果呀？就是被开除了而已。我觉得死刑给这个老师可能是太严峻啊，太厉害，给他做个无期吧，无期徒刑，是吧？影响这孩子的一生，是吧？无期徒刑好一点，给无期。我们这里有一个东西啊，就是他胎儿的这个护强惩弱，就是张扬强，凌辱弱，这个社会有点这种倾向。因为他担心启蒙人嘛，弱者也可以反击，那还得了？